牛、猪、鸡哈，鸡心、鸡胗、鸡屁股，然后这边的是鸡皮，后面是杏鲍菇，再摆椰豆腐。不要辣嘛哈，啊小辣，好。基本上榴莲会跟我叫榴莲都是老客人。
好的。屏东啊，我发现你们那个地方就一定还有。屏东人，记得安排带一下。你们那边应该有吧？可是我也很，就是很少，但是他要请那种有点名声的那种饭桌师出来，他们才有。他基本上。这是加盟的，台南加盟的。从哪？你讲这样的话，在那个
这您如果到南部去，应该常常看到大街。